我操，这个十三集为什么那么长？我都开了，开了。好的，这个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回来啊！这里是那个第七届啊 NACG 北美电竞联赛小组赛啊。今天的对战双方阵容分别是来自左边的 CNYY 啊，这个对不起，是左边的 CCNY 对阵右边的以前的我们啊。我是今天的解说小姨。大家好，我是个那个脑子不太好使的解说脑花，支持自己补脑的那个。这边这个脑花小姐姐，这边也是这个星期天，也是奋斗在学习的第一线啊。让我们来看一下 ban pick 牌，蓝色方第一手 ban 掉了一个吸血鬼。其实讲实话，作为一个前中期的版本来讲，一手 ban 吸血鬼有一点点吃亏。这边第二半还是半吊锤石了，因为他看到这个，这边是先红色方半吊了莫甘娜，可能想觉得是想玩锤石的吧。但其实讲道理，现在还是泰坦这个下路比较强啊，我觉得还是就办无泰坦所比谓，较好。现在很多英辅都挺被莫甘娜 counter 的，比如说像什么日女啊，这个那个的。对的，其实日女和泰坦现在在下路的优先级还是很高的。这边红色方后边还是败了一手剑圣，这边应该是针对一个，剑圣的话能想到的话就是宝石剑圣这个套路，应该是针对一下这个套路宝石剑圣的话。吧。这边这个蓝色方也是最后 ban 掉了努努打野啊。努努，然后这边 ban 掉了一手加里奥，就加里保奥。了一手中单吧，但感觉最近加里奥的出场率没有之前高了。是的，这边加里奥不像以前那种全肉状加里奥，最近感觉美服高分局还是有很多的选手玩这个，AP 加里奥出这个卢登的回声和推推棒的。这边看到果然是把锤石这个宝石选下来了，有可能是宝石之前是想玩宝石加剑圣，现在的话也有可能玩这个宝石加老鼠啊，感觉。是的，然后我们红色方选下的就是版本热门英雄嘛，雷欧娜。ban 什么莫甘娜，估计后面几手其实也挺好猜的。这边看一下，这边是蓝色方怎么选啊？这边可以选两个，估计是要把这个中野锁下来了吗？哦，这个一看，这已经选出两个辅助了，这边感觉是有东西的。对，感觉像是一手比较刺激的阵容。我们红色方这边中单是选了一个穷女，我们的辛德拉，一个非常就是保守的中单选项吧，好吧。传统法师，别问，问就传统法师。辛德拉这个版本打中和打下路都还可以，中辛路这德边拉也打是，下路吗？辛德拉打下路其实还是挺厉害的，因为，虽然之前没有什么人玩过吧，但因为首先有一个手长的优势嘛，所以补刀不费劲。第二一个六级的爆发还是配合，而且这边辅助还是日女，配合上辅助的日女还是很厉害的。这第三手，我们蓝色方选下的手斯威因，应该是去打上路吧。所以的话，现在还看不出来他们是怎么走线的，有可能是，宝石这个姬兰加上这个斯威因是走两个单线，也有可能这个，宝石配合上这个乌鸦也是走下路啊，也不太说不太好现在。就第三手选择一个位的话，应该是要去打野了。位应该是打野的，这边也是多选了一手强开团啊。就还行，就这个选项勉强可以接受。但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现在觉得这个斯威因目前这几个人选出来之后都不太好处理斯威因，这边还有配合着宝石和这个姬兰的两个大招啊，感觉想一套秒掉他是不行的。搬一手侠吗？侠的话，给蓝色方这边的 AD 选择就更少了呀。我觉得大概率这个辛德拉是打下路的啊，听说这个叫什么？以前的我们就是红色方这个队伍，他的 AD 是个妹子。妹子之前拿侠打的也是非常优秀还行，强力小姐姐。最后一手，我们蓝色方这边选择 ban 掉了上路的凯南，应该是走上。现在毕竟头衔凯南嘛，对，谁用谁知道。这个小皮老鼠蛮打得蛮开心的，其实。对，上一场以前的我们这位上单选手也是选择了凯南啊，就是打出了不俗的伤害。给对面上单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啊！这边也是把凯南 ban 掉，
哦，那么这边上单是选择奥恩吗？也是一个，就又是一个开团，这边已经选出三个开团了。因为讲实话，蓝色方这个阵容让人很难琢磨。还是要看蓝色方这边这个打野怎么选择吧。这个看一下打野的选择情况，才能决定这边野区的优先级在谁手里啊。这边还是先把艾舍选下来了，艾舍也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后期输出啊。所以，哦，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等一下，我没明白。啊，是宝石打野吗？我不知道呀，让我大胆预测一下，艾希肯定是走下路，没有毛病。应该是宝石打野啊，因为感觉剩下的几个人能对野怪造成高额伤害的也只有这个宝石了。剑姬这个刷野的效率很低的。哦，果宝然，石。你看这边果然是辛德拉下路啊，这边中单是选的泽建模啊。是这样吗？下路辛德拉配雷欧娜吗？辛德拉配雷欧娜，因为有点。这边的意思应该就是日女这边开大，然后辛德拉跟输出，如果位在这边的话，可以跟一个控制嘛。应该有就是点这个意思。刺激。蓝色方这边是个剑姬打野，宝石去走上单的话，而且还不带闪现，剑姬打带野了一吗？个虚弱加引燃。这个有点搞活的意思啊，这个味儿来了，好起来了。就感觉有一种，不可明说的整，感觉你们在解说的这个环节，不知道为什么。我个人觉得这手最后这个剑魔选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这个对面的坦度也非常高啊。剑魔打这种很硬的英雄，还是选的是这个伤害还是不错的。那么这边看一下双方带的召唤师技能啊，这个感觉这个 CCNY 这个战队这个活整的是真花啊。这个上单是宝石点燃加虚弱啊，辅助是净化。辅助这个进化应该是为了针对雷欧娜和辛德拉这个控制链吧，然后打野剑姬。我看傻了，反正就虽然这场比赛有点琢磨不透，但我们的赞助商爸爸们依然的站在我们的身后，感谢 GNC 国际暑期学校平台冠名赞助，读暑校升研找辅导找实习就找 GNC，感谢 GTA 专业留学生辅导平台，让学霸导师成为 GPA 的守护天使。感谢月河旅游的大力支持，月河旅游，你身边的旅行专家，订机票、订旅游就找月河。感谢哥哥电竞 APP 赞助本次联赛，下载哥哥电竞 APP，留学生小哥哥小姐姐随时陪你一起打游戏。同样的，我们 NCC 北美电竞联赛有我们的官方 Discord 链接在，链接我也不知道在哪里。链接这个稍链接事我会就不在口播了吧，好链接吧，不我口是。播了啊，稍事马我上加入我们的官方 Discord，你想要的快乐电竞都在这里。他怎么了？啊，他这个说实话就是今天的 OB 啊，就是我忘记把链接贴上来了啊，不太好意思。这边我一会儿会这个在这个聊天框里头打出我们这个 Discord 的链接啊。这边看到那个聊天室里有人问到，这个右边是哪个队伍啊？右边这个队伍是这个以前的我们啊。看一下这边的阵容，哎，有一点值得注意啊。这边的，红色方的阵容是选择拿出了三 TP 啊，这边也是支援，感觉要把支援打到底啊，有一个 TP 的优势。这边相反，这边的蓝色方只有中单斯维恩拿了一个 TP 啊。但其实讲道理，这个，哦，你觉得是不是会不会？有可能是这个，就像打野剑圣一样，这个就是打野剑姬，也是打这种野核，有可能是宝石中单，然后剑姬来吃中单的那个兵线，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的。这都是些什么对，这绝个世无双阵容呀！这个我想都不敢想。活儿太花了，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说好了。我觉得个人来，我觉得从这个英雄性质上来讲，就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剑姬的英雄性质，反正也是突进比较多嘛，然后还有一种 W 减控制，配合上宝石的大招冲进去，感觉伤害也够，我觉得。看看这个到底能达出什么样的效果吧，这个赛前也不太好下定论啊。
好的，这边也是进入比赛画面了啊。调一下。就很刺激这把。太刺激了，太刺激了！这个一改之前的那个稳健阵容的风格，这边这个阵容选的花了起来啊。我看一下这个双方的召唤师天赋符文选择啊，塔里克和这个奥恩同时选择了这个起风秘籍这个符文啊，也是属于心有灵犀的一部分啊。我们来看一下吧，就不知道，我看不出来，说实话，这个我觉得最奇怪的一件事情莫过于说这个基兰开局带的是一个进化。哎，这个确实有点奇。基兰这个进化，我觉得就只真的是为了针对一下他们控制链的，因为这个下路他们很怕开基兰嘛，不怕开艾希，因为开到艾希的话，基兰可以给大招嘛。稳健型辅助就很不错。好的，这边拼已经开始拼起来了，应该双方都准备摆一个一字长蛇阵，但是红色方先走出来了，这边也是。这边剑姬和这个是看到了哦，这边直接把眼排掉了啊、这边也是更新了，剑姬这边也是更新了，现在 Q 可以打眼和这个塔了，就插个眼以后回去换扫描开开心心。哎，是的，这边蓝色方这边是拿到了巨大的经济优势。嗯，反正这个一级团总归是打不起来的，这双边哦，这边好像艾希是掉线了，没连回来。这边哦，这边选择了暂停，那么请大家稍事等待啊，也是。稍事等待。哦，这边 ADC 应该是需要重启一下电脑啊。哦，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再次分析一下吧。这边有两本起风秘籍啊，刚才我没有太看清，两本起风秘籍，基兰和那个宝石都带的是起风秘籍啊。然后这边值得注意的是，魏这边也是带的这个 aftershock 余震啊，应该是增加一个前排的作为前排的一个坦度吧。我有点害怕，讲实话。这个这一把的走向其实没有办法靠阵容来预测。如果从这个主要还是看剑姬这个野和这个剑姬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嘛。首先我能感受到的一个比较大的弊端就是他没有像剑圣一样大招跑得很快，也没有无敌，这个就是不像剑圣的 Q 和 W 都能减伤和免疫攻击力。这种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月塔上来讲会有很大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剑姬的话，比如说打六鸟，这个清野速度应该不是很快。是的。这边是还是大家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啊，这边这个 AD 应该是出了点问题。这边应该已经开始重启电脑了。我现在可以讲话了，是吗？
不到，我记得是个蓝色方赢了吧？上一盘好起来了。那么跟大家这个 update 一下信息啊，这边这个 AD 选手艾希啊，这边也是成功重启了，但是还在重连啊，马上就回来了，马上就回来了。哦，已经4%了，哦。好的，这边这个欧比君已经是收到了 "Summoner has reconnected" 这种信息啊，那么这边应该马上就会开始了。鼓掌！真开心，我真棒哦！那么这边啊，这个给大家已经等困了的大家们，这个说一下，这边这个红色方首先是值得注意一点是，这边带了3个 TP 啊，然后上单也是带了疾风秘籍。然后这边呢，而且这个蓝色方是最搞笑的，蓝色方这边开始整活了，这边是，中单宝石加这个打野的剑姬啊，上单应该是个乌鸦啊，这边活搞的也是飞起。艾希也是打出了"我回来了"4个大字啊！这边已经开始了，这边已经开始了，欢迎大家回到这个比赛的现场。这个双方都是选择红开啊，这边也是，然后红色方这边眼位做的也是很足，这边也是应该是会看到动向的，这边三角草丛是一个红色方的眼的。看一下，我们这边剑姬选择的是红开，直接宝石跟着剑姬一起打野吗？放弃线上了吗？这边应该是想一直刷过去，然后到上路正好直接来吃兵啊。但是这个上路的奥恩这个线控的不错，目前来看的话，应该不会攒太多的兵上去。这边宝石应该是没有完全没有经验的一级的话，是的，能回到线上以后会有点难受。讲实话，虽然奥恩这个英雄前期你让他真的去干你这个宝石吧，也干不太出来。是的，这边下路这边是先抢到了二级啊，但是。这边血量不太好啊，这边 QE 推空了啊，没有打到这个姬兰。现在经验与共享。是的，这边推线的好处还是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兵都吃到了哦。对的。看这边两个人刷野还是很快的啊，这个剑姬和宝石现在已经来到了上路，准备吃线。对，但是这个宝石就救急工具人，先帮剑姬扛野怪，再上线。现在中下两路的兵线都是压进去的一个状态啊。辛德拉这边也是很想这个 poke，但是这个艾希这边是没有选择带这个致命节奏啊，选择带了迅捷步伐，这样是线上的消耗还是有一定的保证的，回血。然后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没有发现。我们这个宝石的出门装选择是上古钱币，证明这可能是一个冲上路的打法，我个人感觉。上古钱币，你看这边上古钱币只拿到了78块，哦，不会，3分钟就拿到了78块钱，那叠的还是可以的，不是很慢这边。就有点刺激，你想这，哎，这边这个推到，
没有砸，第二下并没有砸到我们这个，等一下，但是还是。这边是觉得点燃伤害不够，最后还是补了一下平 A， 但是一换一啊。但是比较好的是这边这个辛拉是带 TP 的，所以不会这个亏小兵的经验。对啊 ，TP 回来，相反，哎，第一剑先出了一个法穿鞋，就有点刺激。法穿鞋这个就是比较常规的一个出法，就是为了。这么有点难受，看一下能不能拉到，拉不到，那没了。哦，中路这个换血换的很勤啊，看一下这个剑野和剑姬，这边已经刷了41刀了，刷野速度很快、啊。对，线上刷吃一路再加个野区嘛，就很快。对的。那么这边虽然刷也很快，但是这边还是想看一下，这个剑姬和这个宝石第一波游走会在哪里这个产生啊？刚才宝石虽然回家之后，但因为身上没有经济，所以这边是什么装备都没有更新出来的。下路对线这边日女感觉是想在这个草里，这边辛德拉已经拼了 E 的 CD、这边也看到了位了、那么这边这个这边可能就算了、剑姬一丝丝血，这边准备回家，48刀对29刀啊，这个打野身上已经领先了大概400左右，但是问题就是上路领先了500、这边经济差距前期已经来到了1000啊，因为可能还是说野和这个打法自然而然就是少吃一路线嘛。对的，因为这边宝石之前很多的线都没有吃到啊，经验没有吃到。哦，这边开始了，这边闪现值指到了啊，但是闪现躲开。是我，然后看看能不能带走。艾希是没有闪现的，这边是先把这个这个时光老头的技能加速和他的这个闪现逼了出来啊，是这样子，没有错。剑姬这边是更新出来装备之后，第一件还是选择出提亚马特，为了更快的清线效率啊。然后这边是想对上路动手，但是上路的兵线控得很好，中路的兵线控得也很好。这边斩到直接开启一个大招，顺便在后面放大招以后，看能不能跑掉吧。这四位爷，跑掉应该是跑掉了。这边直接动你土龙，因为土龙站在这个位置的话，就打野路线不是很好推断。这边主要还是那个，刚才那个就是中路的 face rush 触发了，否则这个剑魔是可以闪现跟一发普攻的。这边还是觉得 A 不到，所以算了。口味准备这边是想来入侵剑姬的野区吗？剑姬应该是意识到了，可以入侵，但是就得考虑一个事情是，这个剑姬如果真的要在野区跟魏单挑的话，魏不知道打不打得过这个问题。哦，好心痛，刚才看到了上路的炮车没有补到，现在他掉钱呀。也是哈，这么想想也是，你看下路这个控制的连招根本没有办法。这边还是逼掉了，而且还逼掉了时光老头进化，那下一波就可以对时光老头动手了。这边剑路是来下路吃线，这波线很多啊，这边感觉是所有的宝都压在了剑姬身上。剑姬刚才我们看到了是这个队伍里面的一个王者选手，哎，是的，就是感觉是唯一指定大腿这种感觉啊。哦，这边是想打断一下剑姬的回城吗？哦，不是，是想杀这个哎，时光啊，非常 nice， 这一个普攻触发的雷霆啊，伤害杀掉了，而且剑魔柔道的下路这边是想越塔杀这个但是这边好像交流出现了一点问题啊，这边是想让人头给，是想让人头给这个辛德拉，但辛德拉没有蓝了，这边反而是越塔被打死3个。对，而此刻我们中路崔英赶到，
很快就跟他说你没有用，是跟老头两个炸弹打出来。哦，上路这边是应该杀掉了，剑姬这边交闪现，奥恩交闪现也逃不掉。这边是拿了红 buff 之后，越过了 蓝区的野区，然后直接来上路，造成了一次击杀。这边也是，虽然这个艾希刚才啊，还好这个艾希刚才拿了这个，这是应该是收获了一个三杀，这个好歹是喘了一口气啊，不然这个下路可能太难过了。这边也是补出了小弯刀和攻速鞋。为七级，这边是有大招的，看一下这边是第一个大招是准备抓哪路呢？想靠下路应该看到的东西，控完这条鞋的河道以后应该直接往下路抓，但下路自己家下路双主压线压太深了。感觉这个不太好上啊，这个。哦，这边直接开大招，直接对这个动手啊！哦，大招还是开出来了，这边宝石 TP 交出来了，那应该是算了这边。哦，哦，这边是，这边宝石大招一开，但是直接，没等大招跳出来的时候，就直接被虫鱼给杀掉了，一个走位躲开了一个球，剑魔代表这个拉。乌鸦克骑士正躲避，以后被晕在了原地。剑魔杀大招，这个上路剑姬二单杀，这边开启一个金身以后只能后撤，召唤一个羊，看能不能顶到。一个 Q 挡住了羊的二段。这边这个手里还是有 W 的情况下，感觉这边三 O N 是不应该想着反杀了。这边还是很秀的，中亚躲了一个剑姬的一个 Q， 有点可惜吧，也是。其实操作已经做得很极限了，就是在奥恩在对剑姬这种灵活英雄的时候，天生的一个劣势在这里。哎，是的，这边火龙还有一分钟左右，40秒左右刷新啊。这边奥恩是直接交 TP， 那是不准备去下路争这套火龙了吗？这边剑姬回家应该是准备，继续对火龙。哦。哦，这边是剑姬准备越塔，但是辛拉一直没有交易啊，怕剑姬的 W 把这个 E 挡住啊，留了一下。这边这个剑姬最后是被日女的大招定在塔下，然后终于拿到这个杀档。就一波越塔，就越塔的计算出了点失误吧，这波剑给到身体还行。现在是打出了一个换线，就把下路组合换到我们。上路去，对的，因为这边这个下路塔已经拿掉了嘛，然后正好转上路，这边也是保一下峡谷旋风，峡谷旋风已经拿掉，那么看一下这边会不会选择中路直接放，然后直接去打火龙呢？这边还是先把河道好、直接放上路啊，但是放上路这个位置。峡谷旋风啊，峡谷旋风还是先打，选择打一下小兵啊，感觉这个正好能吃到这个塔皮。中路这边进行一波尝试，感觉距离不够，这边还是下出赖西的一个大招，为了保护队友，但是这个剑姬直接对这个魏动手了。魏被晕到，留住的位置非常好，并且让剑姬打出了回血阵。我这边这一波要不要追？这边应该是不打算拼了，这个火龙应该是让掉了，这边上路还可以，这边应该是让了，这边那剑姬一个点毒肥啊，这边也是，虽然经济落后6000，但是打野位置上经济是领先2000的，也合阵容吧，就这个样子。这个乌鸦这边装备也不是很好啊，这边直接我们开启一个大招，看能不能顶出来，顶出来了。等一下，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什么？这是疯狂赶路的意思吗？我觉得我自闭了。我愿意称这为绝活。一个拾荒老人，那个反手定住，反而是要被收掉了。这波越塔很明显，这个
有些失误，这个剑姬没有蓝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打出那波爆炸伤害，打算医院吗？体验伤害计算错误就没有办法了。没有蓝了，这边反而是打出了自己的闪现和这个辅助，时光老头的闪现，感觉这个双方也是打起了友好互助的这种比赛。但是反观上一方啊，因为这个时间段峡谷先锋一直在推啊，上路的高塔是已经被破掉了，金沙就已经来到了6500左右，我以为本来以为会来到7000呢，但是因为多推了一座上路塔嘛，这边也是。我们可以看到魏这边没有选择出肉的打野刀，这边还是选择出一个输出型的打野刀，其实个人来讲感觉这把出个肉打野刀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啊。因为配合上这个余震嘛，辛德拉拿下蓝 buff， 中路这边是想进行推荐了。讲实话就是有点好笑，这把比赛打到现在感觉这个蓝色方这个阵容其实真的是练过，这个剑技体系是练过的，但是感觉这个操这个执行上出了一点点问题吧，还是这边想推进，但是也不是很好推啊。这个唯一的元首是辛德拉啊，一个前期 AP 对塔的伤害造成了也不是很快。是的。哦，剑姬这边想打算换塔了，这边应该是。讲实话，今天这场比赛的阵容都不是一个常规阵容。我乌鸦开启了一个大招以后，完美后撤，但时光把大招给了自己，那么原地站起来以后，就双方打得很炫，但是没有什么用啊。但这边直接强开把两个人打残，一个人打死，那这边这个二塔要掉了，必须要来那啥了，必须要来帮了，这边直接开大招给时光老头直接打死，那么这边可能要继续上高地了，下一波兵线也正好进来，这边是不会撤退的，剑姬还在单带上路二塔，看一下进度，上路二塔已经被带到半血，这边会回来吗？准备回来了。奥恩是在这个位置原地打铁，打得非常快乐，开心啊，给队友做装备啊。啊不对，没到十一级啊。回来的这两个人都没有什么太大清线能力，有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哎，是的，这边剑姬主要是怕这个剑姬直接冲上来，就是接着宝石的大招直接给他们杀了，这边也是选择撤退，毕竟血量也不是很优秀。我感觉辛德拉这个435这个小书里藏着一个这个探索者的护臂啊，没有，这边还应该是选择做那个Oblivion Orb。就我个人更加倾向于说，辛德拉在这个位置其实承担的是红色方主力输出点的一个位置。哎，对的，这边辛德拉是主要是提供一个稳定的控制和一个稳定这个街上的控制，然后和一个后排输出的能力嘛。对，因为本质上讲，其实现在剑魔的装备并没有成型，它不足以说的下来天神下凡一定要砍一个砍五个人，是不是这个道理？这边是想对剑姬动手了，这边直接连了一套，哦，这个先挡住，看能不能换掉啊，换不掉，换不掉，这边控太多了，一个 W 不完全足以扛住所有人。对，我们现在红色方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野合阵容的精髓在哪里，只要你们五个人出动敢把这个剑姬扔在原地，那么就没有什么事情了。哦，伤害太高了，这边辛德拉这个一个 Q 大概削掉了这个中单乌鸦的大半管血啊，这个40%血感觉有。那么这边两员大将折戟的情况下，这边应该是中路高地应该是能破掉的。这边打野剑姬应该已经复活，这边还想继续探这个上路高地吗？我觉得不好吧，这边大招都是很齐全的。哦，伤害太高了辛德拉，但是没有蓝了，这边直接开大招，本身一个羊顶死两个，位置接近啊，有点自己艾希的位置是很差，直接被秒，这波是在前面由魏拿下了三杀。刚才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视觉 bug， 但感觉这个塔里克的大招其实是这个降下来的，但是
而且你看塔里克大招已经进了 CD， 但是感觉这个无敌这个效果没有给到辛德拉和他这个剑姬和他自己。就因为他有一个大招是有一个前摇的，那不是即开即无敌的一个效果。嗯，对的，可能是视觉上的显示出了一点点问题，所以导致其实本质上他大招没有读完。但是刚才就是那个缓缓下降那个小星星都感觉真的已经落到地上了，感觉这个身上都已经有这个宝石的光辉了，但是无敌效果是没有给到。19分钟，这个两路高地被迫，这边风龙已经刷新啊，这边把视野这边已经率先来布好，这边应该要争下风龙，可以抢一下。但其实讲实话，我个人觉得红色方一面太大了。大龙还没有刷新啊，这边这个剑姬十三级抢，应该是拼惩戒的话，应该是剑姬比较占优势的。是这样子的。这边把自己家的 buff 清一下，看一下下一波节奏是什么，可能有可能准备直接 rush 大龙了，因为我们上帝视角看到这边也是没有红蓝色方视野的。这边已经开始了，这个并没有进大人，红方选择 rush 大龙，但其实小哥他没有 AD 的情况下，这个大龙打出去是很快，但蓝色方不敢来真，我个人感觉因为这边剑姬的这个装备不是很好，感觉打也不太好打。这边是这样的，这边应该是想集合五人推下了。这边是有强开，三个强开对上对面的三个反先手啊。看一下吧，这一波这就是一个没蓝的局面。他们这波带着大龙 buff， 应该是打算破下路了。二塔应该是不守的，这边二塔应该直接放掉。这边蓝色方这个红 buff 的视野还是做得很好的，下边视野基本所有地方都点亮了。那么看一下这边，哦，辛德拉现在装备已经非常好了，三件套，21分钟。嗯，推进，上路二，下路二塔是不准备守的。这边剑姬还要清一下超级兵，那么这里应该就是殊死一战了。但由于辛德拉伤害太高了，完全没法上来，选择这边选择撤退。追到一四 V， 一四 V 现在的装备还不足以战。哦哟，看一下这个伤害，幸好掉了这个。他几个大招以后落下来是落下来，但没有什么用，反正要两个技能，但是直接被伤害强行灌死了。有时光老人的一个大招还是要原地站起来，一个闪现拉开身位格，躲开了很多技能。哦，刚才那个很细节啊，躲开了这个辛德拉的 Q 技能。对，还是要上，上次有雪泉的保护，为所欲为。虽然换掉了剑魔，但是基地被推掉了。那么这边是恭喜，对，恭喜我们红色方。这个恭喜红色方，这个以前的我们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啊。看一下这个赛后伤害，全场最高输出是辛德拉，这边也是，18300多。然后虽然很可惜吧，但是剑姬的伤害也很高啊，是高达17000，这个感觉把所有宝压在这个剑姬身上。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因为前期下路劣势太大了，导致辛德拉也非常的肥，所以剑姬一打五还是稍微有点困难的。是这样子的。嘿，包括这个其实作为一个说还是这么一句话，就是作为一个野核阵容，我觉得剑姬值得尽力了，但就可能这个打法不太适合现在这么一个前期版本吧，可以说。哎，是的，主要是中路被压的也很惨，这边乌鸦的装备发育的不是很好。如果乌鸦这个坦度能做起来的话，这个前排有一定的保证的话，这边还是很有很大的机会的。啊，那么无论如何，这边还是恭喜一下以前的我们拿下这个最后一场比赛啊！这是今天，
这是今天那个 NACG 小组赛解说最后一场了，直播的最后一场了啊。那么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还是有比赛的，那么请大家到时务必收看。好，明天见。好的，明天见，拜拜。拜拜。